好，现在就有请一号作品上场。一号作品《飞啼声声》由空军幼儿艺术团选送，他们是著名的蓝天幼儿艺术团，欢迎他们。
谢谢孩子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请各位评委给孩子们打分。哎呀，孩子们，你们好。瞧你们今天这状态多好呀，特别放松，一上来就赢得一个满堂彩，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都在为你们鼓掌，自己觉得今天跳得怎么样？真的，我可是看到有一位小朋友把鞋都给跳掉了，哪一个自己站出来？谁呀？真的，怎么一激动把鞋，你看你看鞋带还松着呢，怎么会把鞋都跳掉了呀？自己跳使劲了，跳使劲儿了。你哎，鞋子掉的时候你慌不慌啊？不慌。哎呦，多好的心理素质呀。其实我们蓝天幼儿园艺术团的小朋友啊，年龄虽然小，但是胆子不小，当然这胆子也因为是艺高人胆大，对不对？我们参加过很多重要的演出啊，像我们中央台的春节元宵晚会呀，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的特别节目呀，所以对于孩子们来说，今天就像是来展示的。但是呢，我也在想啊，孩子们，正因为啊你们经验很丰富，正因为啊你们跳的大家一直在给你们鼓掌，所以我也想考考你们，行吗？你看前两天我们比赛的时候呀，他们大人啊都有即兴表演这个环节，你们会吗？会。真的？那你们推举一个代表，谁来？老屎。谁？老屎。老屎？你姓老啊？不是。你姓什么呀？我姓他姓史，叫老史啊。请问老史，您今年高寿啊？啊，您今年多大了？六岁。六岁啊，老史，好，来，老史，来，这样啊，阿姨就请你有这小肚子，你就演一个小企鹅，一个刚开始学跳舞的小企鹅，行吗？我们音响师配合一下，来给段音乐。准备，开始。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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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打断他，他可以一个人跳一晚上。我们来听听看，我们也得请一个评委点评。来，我们听听看我们监审组成员左青老师的点评。哎呀，你们跳得太好了。这个首先啊，你们这个刚才的这个舞蹈啊，一上来你们的这个小万马奔腾就把全场啊观众的情绪全部调动起来了。刚才你的那个小企鹅啊表现得憨态可掬，非常好。应该说这个蓝天幼儿艺术教育啊，在艺术孩子们的艺术启蒙教育上啊成绩非常突出。幼儿的教育啊，实际就是让孩子们在对小鸟、小花、小草、小企鹅、小马的喜爱中，是吧，开启他们的艺术的心智，然后在这些美好的事物中间呢，让他们快乐的成长，让他们呢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开启他们艺术的想象力。所以刚才啊，这个小老严小朋友，这个小企鹅啊，这个刚才的表现，我想呢，今天你当着这么多的这个贾作光爷爷呀、白书香奶奶，还有这么多的这个评委的叔叔阿姨们啊，他们在给你们打分，你敢不敢给你自己刚才的表演打个分呢？哟，几分啊？你觉得你们的表演得几分啊？一分。
我们就是要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他的自信心。我祝贺你们，我希望你们得100分。好、啊、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看孩子们的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99.0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8.00分。一号作品表演得分98.500分，祝贺他们，祝贺蓝天佑。